律师，请问你属什么？我属小白兔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有请示过师傅，我要找属狗的律师。好，没有关系。有一次我开庭，开完庭出来，大当事人就很镇静的问我，请问刚才法官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就有警觉性，你要干嘛？对，我们不做这种事，什么走后门，你要名字做什么？我有请示神明啦、你两个花花碎胆啊，我得有黑帮啦。请锁定今天电视台《急急如律令》。